大家好，我是方德公司总经理林文斗，很感谢评审委员还有彰化县政府这一次给我们幸福企业这样的殊荣。我们知道我们还有很多改善的空间，我也知道我们还不是很完美，但是由于你们的鼓励，我们一定会持续努力，让我们的员工在方德公司用心的工作，快乐的生活。谢谢大家。